观眼须知。感谢各位前来参加 AKB48 Team Message 缩略图研究。AKB48 Team Message 2021年最后的预热直播及现场表演，请大家在观演时注意以下事项：一、严禁携带食物、饮料及危险物品入场；二、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允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的物品进入现场；三、严禁携带大于50×50厘米的灯牌、纸板等会遮挡他人视线等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影响他人观演效果的物品，如喇叭、口哨、乐器及扩音设备、激光笔、手电筒等各类成像设备；五、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禁止吸烟；六、演出禁止摄影、摄像以及录音等行为哦；七、禁止破坏活动现场以及场馆设备等设施；八、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影响演出的正常进行；九、请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物品，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请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不要随意行动，避免造成踩踏事故；十、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及违规行为，现场工作人员或安保人员有权没收该危险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离场。接下来请欣赏我们今天带来的精彩演出，请大家耐心等待哦。我是 AKB48 Team Message 的栗子神音。现在就说AKB48 Team SH Alert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Alright, here we go. Everyone live Shanghai. These ladies are coming down to perform for you.首精彩演出《快乐三部曲》，表演者曾毅、朱景辰、张艺林、陈嘉艺、王小阳，请欣赏。Yeah.
咩？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AKB48 Team SH。三二一，切！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四期生祝景晨，大家可以叫我晨晨。晨晨。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曾毅，大家可以叫我东东。东东。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四期生张艺林。毛毛林。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四期生陈佳怡，大家可以叫我佳怡。佳怡。那我们刚刚带来的节目是《喝喝人类》《Hand Tension》和《法定速度一优越感》三首串烧，大家喜欢吗？喜欢。那今天的预热直播，后面的节目可是更加惊喜，以及是大家看以往都看不到的表演。对。哦。比如。嗯，我觉得曾毅想要套路我，我先溜了，拜拜了，各位。这也太保密了吧！哎，不过看来晨晨有好东西私藏着不告诉我们。不过也非常感谢 B 站观看 B 站直播的各位粉丝朋友们。然后大家的话也可以在弹幕里和我们留言，然后互动，也可以给我们打气加油哦！耶！那今天其实很遗憾，因为不是我们全体成员都能参加预热演出，但是我们也会拿出全力的，拿出我们的热情和元气，陪大家度过2021最后的时刻，好不好？啊！那下面一起欣赏接下来的翻跳吧，耶！接下来表演是你最爱的是谁，表演者周念琪、毛维嘉、王小阳，以及沉默的多数派周念琪、王小阳、朱景晨，请欣赏。
は君らしく生きていく自由があるんだ。大人たちに支配されるな。初めからそう諦めてしまったら僕らは何のために生まれたのか。夢を見ることは時には孤独にもなるよ。誰もいない道を進むんだ。この世界は触れてても始まらない。イエスでいいのか。サイレマジョイティAKB48 Team SH。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SH 的毛毛毛维嘉。大家好，我是周年琪琪琪。累吗？连跳两首，一点一点点累的是吗？他刚刚下来肚子好痛啊这种感觉是不是？但是他跳起来的时候还是非常有感觉的。我们给念琪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大家。然后今天很开心在这边和大家见面，因为马上呢就是要到我们2022年了，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和你们见面真的很开心。谢谢你们可以来到这边，谢谢大家。但我们今天有一个玩法。什么玩法？就是呢，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这个也是有一个大比拼。嗯，打起来了。对，吓我一跳，不是打起来了，是因为呢我们有一个笑脸大比拼。就是说呢，在这一次的预热活动结束之前，哎，我们后台的成员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那个表演的内容哦。所以这个笑脸拿出来看一下。哎哎哎，哦，哒啦。对，就是成员们会在后台互相贴这个标签，谁获得的标签最多的前三名可以获得，哇哦，无限制的开放的经费。对，想吃什么吃什么，前三个，但是只有前三可以获得这样的奖励。所以说哎呀，本来以为说哎呀是不是没有这样的奖励，但是这一次突然之间有一个这样子的福利给到我们，我们就很开心。确实，哇，但是我知道他们肯定在后面会拿着什么 iPad 呀，拿着手机在看。有成员就是在直播的，也不是直播，就是在后台有 iPad 和 iFi， 然后成员也会在直播间跟大家一起互动。耶、yeah ！哪有互动啊？明明就没有，人家就来冒个泡行不行？不要让我们尴尬。我已经开始要想好我们要吃什么了。我要去东方明珠上吃饭。哎呀，东方明珠那个不贵。那个400多块钱、啊、真的是没什么。我在那点外卖。你去东方明珠点外卖？你去全串餐厅吃外卖是吗？你不如吃点什么什么，主要是烧肉啊什么啊，烧肉，比如说什么怀石料理这种是吧？哦呦，这个是可以的。哎，应该是可以的，因为他说无限制嘛，对吧？对，那我能不能请大家吃饭呢？可以，我们无限制嘛，几个人都可以啊。这样子吗？是吗？或者这样，他如果有限制我就先点，我点完了我说哎呀我的肚皮好小，但是我的心眼很大，然后我就把他们全部带回来，大家请大家吃饭，是不是可以？哎，但是我是第一次穿这样的制服。是哈，然后还忘记带领带了。但是这不是你没有带吗？我这个还是会问那个念琪借的，因为我本身是没有像制服这样子的就是衣服的款式的。哦，我拉链吓我一跳。你别吓我。我很害怕，因为我经常那个，但是我第一次穿上之后你们觉得合适吗？哎呦，我觉得很合适。真的吗？有一种学姐的感觉。真的吗？学妹，学姐，学妹，学姐，学妹，学姐。好了，走了。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精彩的节目，请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后面至少有个几十个节目吧。很精彩，我看了歌单。 我也看了歌单。这歌单哦，不看到最后一首，对就是要看到最后一首，因为最后一首非常的精彩，非常的精彩绝伦，非常的刺激，非常的非常的不可描述，撩人。这
怎么形容他呢？就很 sexy， 蛮 sexy 的，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很 sexy 啦。这种歌可能来说对你来说比较 sexy， 对我来说只是平平无奇的一首歌曲。哦，小差一点，小差一点。对我来说比较 sexy 的歌曲可能就是，我觉得 Teacher Teacher 也不算 sexy 的歌曲了。对，比如说像那个对吧，吊带袜这样的歌，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就比较 sexy 的歌曲。我可以看别人跳，但是你自己不行是吗？但我很期待可以跟念琪跳一个拉链。啊，拉链可以，拉链很可爱。但是拉链需要这样啊，你看咱们那个衣服，我们那是抹胸裙啊。但是我觉得那个有点属实太多了。你下次你说毛文佳跳到这首歌的这个布料对我说太多了，这上节的剪是不是？不行，我会被开除的。不仅要赔，还要开除，是不是？那接下来的表演呢？非常精彩，我和念琪呢也会待到最后的，懂了吗？懂了，所以请期待一下接下来的表演吧，拜拜，拜拜。接下来的表演，知足，朱景辰，请欣赏。陈嘉义还有。不许笑，谁笑谁出去。还笑，快点欣赏啦。曲串烧是我最爱的施可言，请大家欣赏。
全是假，说清楚讲明白，不许装傻，小冤家听了话，哎呀哎呀，大大的眼看着我眨巴眨巴，气得我掉转头不如回家，小冤家拉住了我这才说话，喊声天好精彩。好精彩呀。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呢。请欣赏吴凡同学带来的 Savage。Oh my gosh, don't you know I'm a savage? I'm a killer, 널 killer 아직도 가리고 환각을 펼쳐 No fella, we holla 두렵지 않아 너 no, 너 희투하라 날 믿은 너리 fake on me 좀비가 안 된 무대로 뭘 아마 fake on me Got everybody mock up to me 숙취를 느끼게 멘탈을 흔들어 놔 싸늘한 관절 무너져 I can't no more time I say no 두고 봐 난 좀 savage 너의 dirty 한 play 너는 두고 봐
볼 수 없어 나를 무너뜨리고 싶은 내 환각들이 점점 너를 구축할 이유가 돼
好可爱呀，可不可爱大家？那接下来有更可爱的人带来桃色片响摸摸铃。给大家带来的表演啦，然后大家自己说一说嘛，为什么表演这个歌，然后给自己拉拉票。我先，然后为什么会表演 Savage， 是因为如果大家看过微博视频的话，应该都知道我是比较擅长这个曲风的，然后也好不容易有个舞台的机会能够跳这个，所以觉得是一个比较有机会的一件事情，想展现给大家，所以谢谢大家看我的表演。耶、叶子前辈呢？我的话就是因为感觉2021年有很多挑战了不同的风格什么的，有很多新的尝试，然后正好是2021年最后一天，那我就尝试一下宅舞，然后新的一年就开启新的篇章。对，就是这个样子。确实是第一次看到你就是自己表演舞蹈，对吧？而且不仅是自己表演舞蹈，然后也是第一次表演宅舞这样。对，谢谢大家。妈妈琳娜，我的话，因为我感觉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歌，然后因为是桃色单恋吧，然后我也是摸摸你，然后这首歌假如说我是说送给前辈的，你会信吗？我吗？假如说是唱给你的，你会信吗？我姑且相信你吧。所以我在前辈这是有信任的吗？可以可以，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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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可以了，知道了。如果是我的话，因为我没有在，就是可能大家知道我就是觉得跳舞还不错嘛，然后就是也想给大家偶尔展示一下唱歌，虽然说自己本身也不是非常有自信，但是就是也需要给大家知道一下，对吧？我在后台听了，我在那边后场上听了，非常的好听。真假的？真的真的，也很有感觉。但是还是稍稍有那么一些紧张，我觉得可能没有我自己就是彩排的时候唱的好。也很不错呢。那现在正在 B 站观看直播的粉丝朋友们，稍后10点我们也会有精彩的直播，一定要记得来看我们哦，和我们一起跨年吧。耶、yeah, 那接下来继续欣赏表演节目吧。大聪明栗子前辈来啦，接下来请欣赏 Love Live 王小阳。
朱景辰、陈嘉义，请欣赏。请欣赏《和我交往吧》，曾毅。呼叫曾毅，呼叫曾毅，呼叫曾毅，大家快呼喊出他的名字。
吹来清凉，那夜莺啼声齐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更爱那花一般的梦，拥抱着夜晚异乡，闻着夜晚异乡。夜来香，我为你歌唱。声齐唱，月下的花儿都如梦，只有那夜晚香吐露着芬芳。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这夜莺歌唱。Hello， 哇、wow ！借了一件那个，借了一件嘉义的衣服，他说这个很适合毛毛前辈。确实，是什么？什么感觉？富婆的感觉？很富贵啊、哦？真的吗、哦？很富贵。你今天也很富贵哦。还行，这是蹭的我们小周城的这个衣服。对。啊、哦，我觉得他一。基本上拍自拍的时候会穿这样的衣服、还好有他，不然我就可能找不到适合今天这身，就我们三个风格都不太一样、确实，而且你是扎双马尾，对，就第一次上台，就是新的一年终于可以换发型了。但我觉得你平时都是文文静静柔柔弱弱的，然后在台上呢、在台上就凶猛无比那很有力量的。我刚跳了什么？前辈我呢？那我不是那种文静的吗？风情万种今天。哦，那我平常呢是不是很文静很乖巧的那种？平常好啊好啊但是你今天这身打扮真的，我被他有惊艳掉，而且我刚刚看那个视频，我在后台看那个直播视频，就那边夜来香，然后就那边扭啊扭啊扭，我说哇这谁啊，一看天哪，竟然是谢文杰。对，就是跟我们平时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对，就是今天就是想尝试一下新的风格嘛，因为不是可以自己准备嘛，就准备了这一次不一样的风格。你是怎么准备的呢？是怎么找到这样的感觉呢？其实也没有，就是我平常都喜欢听这种老歌。那你有没有专门去找一下就是唱夜来香是什么样的感觉？有吧，我有看到一些这种别人翻唱的视频或者表演的视频什么的，感觉就是比较复古吧，然后那种调调很厉害哦。真的吗？谢谢前辈。
你之前，但是小曾今天也很不错啊。嗯，就第一次看到你扎双马尾，我以为会很奇怪。不会啊，很可爱的。对啊，我觉得超可爱的。对，我还没有看回放啊，悄悄去看一下。我也不敢看回放。你现在穿这个超级好看。真的吗？千万不要那个截出来给我做什么截图，富婆就是我，类似于这样子的截图。嗯，确实可能会有一种，他们已经开始做了，我感觉。啊，已经有了。他说什么？公司被我承包了。让开，我们方便截图这样子。那接下来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节目哦。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一次的预热活动真的什么风格都有。你有没有期待的节目？有吗？其实接下来还有很多我都还蛮期待的，但是又不能剧透。啊，我想要剧透一下。嗯，就是后面有很多个人节目，嗯，有很多团体节目哦，我都会了，我也会了，那我们就接下来期待一下好不好？好，好，请欣赏接下来的表演吧，耶！接下来是 Give Me Five 朱景辰，请欣赏。谁呢？我不说。我来了。
好不好看呀？哎，哦不对，啊，接下来是什么？嗯，是 AKB48 串烧舞蹈，是谁呢？是我最最爱的弯琪，请欣赏。Yeah.
是我们吴安琪，还有更精彩的呢。舞蹈串烧周念琪，風が吹いて砂ぼっこり舞い上がる春のここの校庭の片隅スカートの裾君は翻し走ってくるから僕は照れくさい校舎の窓我相信大家肯定也非常爱看哦，快哦一下呀！是由桂楚楚、曾思纯带来的《狼与自尊》，请欣赏。Yeah.
耶、yeah! 啊、好甜呀，好好看呀，别害羞笨蛋，谢谢老师，来来来来站中间，大家刚刚看得开心吗？开心耶、yeah, 刚刚我们也有在后台看栗子前辈跟安琪前辈的表演哟，哇、yeah, 好的元气、啊、喜欢喜欢，我们也很喜欢你们两个的表演，真的吗？太喜欢了，真的吗？很开心哦，今天其实我们所有成员都为大家就是这次预热表演准备了很多哟，大家喜不喜欢呢？喜欢、yeah, 那我们聊点什么好呢？那你们说说为什么要选择这首歌曲呢？甜甜思成说，因为就是很一直很喜欢这首歌，然后我们就是当时老师说要就是有表演节目嘛、嗯、然后我们就想说哎，以为可以表演节目，就想说哎，当时我们坐在一起，然后就不约而同的、哦、就是我们两个眼神交视了一下就互相懂了，其实就是觉得有非常珍贵的机会就想跳，就是一直很喜欢的歌曲嘛，然后对，然后这次就好好准备了，大家应该挺喜欢的吧，喜欢。那我们栗子前辈为什么选择坏路机这首歌呢？其实是因为感觉自己尝试过很多风格了嘛，但是唯独就是有一点像坏路机这种风格好像一直没有给到大家，因为他们觉得这首歌太成熟了，不适合我这种小朋友跳，所以我今天就要成熟，就是改变一下，突破一下。对，大家是不是觉得我们栗子前辈的表演非常的突破，非常的可爱，是不是嘛？耶、yeah! ，太爱啦！那我们安琪前辈呢？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实在确定不好一个风格，所以就每个都来一点了，超元气耶！ Yeah! 是的，我们当时排练的时候看安琪前辈在那跳，就每一首歌都很喜欢很熟悉呢，因为就是知道会定了一个大家听了以后会啊是这首歌的这种歌单，然后也希望因为在跨年这一天嘛，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嗨起来，所以就制定了这样一个让自己有点辛苦的歌单呢，耶耶。那大家接下来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哦，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接下来的小伙伴们吧，大家耶、yeah, yeah, 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只报他们三个人呀，报名字呀，最后一首歌。好，接下来请欣赏铃铃全体四期除了小杨，请欣赏。胸にリンリン魔法をかけたら動き始めるピュアなハートきっとリンリン
上就要迎来最后一首歌曲了呢。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我不说。是由毛维嘉、周念琪、马小雨带来的表演，请欣赏。大家稍安勿躁哈，就是在久等片刻，非常精彩，不容错过啊！你们猜一下嘛，猜对了也没有奖励，但是猜对了就说明你很厉害，是不是？快点热烈的讨论起来，快快快！是什么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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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抢凳子，对对对，抢凳子游戏，快猜呀！你们快点热烈的讨论起来啊！就是非常的热，就是哎呀啊！对呀，你们快点热起来呀，把这个场热起来呀，对不对？他要来了，他要来了，他马上就要来了。
嗨，我们所有成员都上来了，咱们随便站，来吧。你们中间一个隔一个什么意思？你们一个 unit 站一起啊？来来来，谢谢。啊，我要跟姨太太站一起。你注意点说话。说什么？说什么？她是舞女，歌女。你说什么？我今天没有在跳舞，我今天是歌女。哦，今天是歌女。那我呢，再说一下今天的规则和奖励。今天我们会在暖场的最后进行一个大比拼，每个人手上呢都会有一个笑脸的图标，你觉得哪个成员的演出你最喜欢，你可以投给他一票。那获得数量最多的前三名成员将可以参加下次的开饭了直播，然后指定想吃的料理，不设门槛哦。那我们从小杨开始贴好了。一人一整张吗？有那么多吗？哇，这么多选择啊！几个人分一下。哦，这样子哦。我们一人一半吧。好，来呀。一人撕一半。好。一人拿。要没有了。谢谢。一人一张，一人一个。一人一个。对，一人一个。对。撕一个。这个很紧张啊，很紧张的时刻哦。哎呦，可是我觉得都很喜欢呀，怎么办呢？嗯，
我想想怎么办呢？那我选择恩琪前辈。你都站到我这里来了。是的呢。说说理由呢？我觉得喜欢没有理由。别走了，就在这儿吧。好的，就在这里了。就是因为晨晨最近准备了那么多的节目，又觉得他很用心，也很用心的准备了这场演出给大家，鼓励鼓励。那给我比个完整的心可行？人家想跟你背靠背，你要比心，真的自如这首歌比心不合适了，懂理解一下歌曲意思吗？好，到你了。那嘉义都这么夸我了，我贴我自己。那可不，已经获得一票，那就要让自己拥有两票，就是说让自己的优势明显一点。我也觉得对吧，就是自己露脸的次数非常多，就是说我尽力了，大家希望大家今天看得开心。对，主要是准备了节目，希望大家今天预热的时候可以玩得开心，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既然这样，那我啊好纠结啊，但是我这个只有一票，我很难，因为我很想。哎呀！哇！哎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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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人想听理由吗？哦，不需要是吗？没有，真的，真的很甜，真的很喜欢。然后，一人半票，好不好？我的话，好像是滴滴开始了，两个要选一个，二选一，是该向前吗？哇！你快瞪他！我选择女妹的顶点。啊，我也好纠结，怎么办呢？绕一圈先啊！我先回来，我觉得我应该大概可能啊一样啊，非常的，就是真的一开始就是很想贴，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和那就两个人都一票了。啊、那我们其实大家，我们已经有我们的票都分为了，你拿着吧。我们的票都分为了两半，一个内定票是因为我跟思成怕没有人选我们，所以提前已经贴上了。然后我们一人现在还有宝贵的半票，我很纠结哦。我想，其实我挺想贴给凡凡的，大家，这是我。就是 pick 的后辈，大家，对，想选凡凡的原因是因为其实他刚刚在后台有一点难过，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表现的不是很好，但是其实我们在后台看的时候都说非常非常喜欢吴凡，对的，所以说大家要多多鼓励我们凡凡好不好？耶、yeah! ，我很喜欢他哦。我们只能贴半票还是一个人过一票？半票，半票。我这一半的票数。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商量好了，想就是对我们都很喜欢曾毅的节目，对，我也很喜欢。嗯，下一个到我们了吗？等一下，因为这边还有一些是成员没有拿到的贴纸，所以我把我们就是贴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票数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一个呢分成了三个，因为我们想贴的真的太多了，因为它有两个眼睛还有一个嘴巴，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分给我们想贴的人，走吧。最大的笑脸给你，耶、yeah! ！你这个嘴，这有一个这个小眼睛， yeah! 小眼睛，耶、yeah! ！好，怎么办？我好纠结、啊。好了。
小雨是呢，给谁呢？我想了一下，就本来想要给我们组的，但是呢就是刚才又想了一下，我有个更喜欢的。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甜甜的歌，然后稍微有点调戏的歌我也很喜欢，所以前辈给你，我很喜欢。我哎呀，我其实一点都不纠结，我心里面已经很早就有人选了，但是那个人一点都没看我一眼。就是你，因为他表演的歌真的很多，然后他其实半夜两三点跟我一起坐在那儿，我不演了、我为什么要跳这么多歌，我剪视频都没有剪，我怎么办，我不睡觉了。然后昨天晚上他就在一个人在那边演那个自己给自己加戏。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还挺辛苦的。嗯，给你了，真的会谢谢 thank you。这台上有几个人、啊、谁帮我数一下。好像是他承受不了的大小。那这样吧，你有一个了是吧？是的。你要分十几分吗？这样吧，大大的笑脸送给你，谢谢，跟我一起有一个笑脸，然后这一段眼睛啊送给你，有两个。哦、要贴在你们俩中间。我们俩有大大的眼睛了，很快乐耶。想了很久都不知道贴谁，所以就给自己了。哦哦，这还有四张票哎，是不是就是可以任意挥霍的意思了？这里还有七张。还有没有？给我们沈音都端上来。是不是可以一人一个呀？有几个人呀？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还是？这一人一半嘛？啊，十六个。No， 显得我很……还有，他在招手，他在向我们招手。你的尾巴上还有两个，也摘下来贴上。哎呀，大家自己贴自己一个嘛，鼓励一下自己嘛，好吗？我们本场最棒的报幕大师沈音，耶、yeah ！自己贴自己，能不能大家都贴自己一个呀？你给大家贴上，你给大家贴上吧，就像那种幼儿园老师给小孩贴红心一样。来吧，你一直在安排我玩起，你可爱呀！你看你背后，你就是那种不聪明型。快点！大家一人给自己贴一个，轮流下拳，快点快点。交给你发，你来贴吧。我来吗？那我先给自己贴一个，贴哪里呢？鼓励一下，贴在这里。耶，大家都很棒。哇，我好荣幸。谢谢。想贴的。那再就是我是最后一票嘛，我这一票尤其至关的重要，你别给别人多贴了啊，你要把他们粘在一起吗？我决定把这一票给晨晨。耶，努力了努力了，看得到的努力了，肉眼见得到努力啊。好，现在就是我们的计票时间，谁身上的小笑脸是最多的呢？前三，前三。哎呀，毛家数一数，看一下嘛，有超过两个以上的吗？四个有的啊，五个有吗？四个是最多的是吗？三个半有吗？你们多少个？你们两个算一算。2.3。三个半的有吗？三个半的有吗？三个的有吗？三个一次没有是吗？你在竞拍吗？哎，有吗？三个。
啊啊！被粘在。你们这个是怎么数呢？他们两个算一个人。我们可以那个就是一人吃半口。就是那这数几个呢？有他们自己贴的吧？我知道这个大眼睛是我的，你等一下，好吧？你给它摘下来。所以三个的有吗？没有三个。两个半的有吗？两个半有二点三，我也是二又三分之一。二点五的有吗？二点八的有没有？二点八的。哎，我，哦，对哦，我怎么办？两个半的有吗？不，啊，我是两个半。哦，你呢？你也是两个半，还有两个半的吗？哦，你那个是两个半还是二点三？你要确定一下。两个半，两个半，哦，他是眼睛给他们了，对，那你就两个半。那我也是两个半，他也是两个半。这边有两个半的吗？还有吗？没有了，两个半的。那接下来有很多很多二点三，怎么办？二点三有吗？来，二点三竞标，二点三举手，同时跟第三名一起去吃饭。耶！立马老师，我们都并列了，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只能大家一起去吃了。是呀，我也是觉得。耶。我们是一个团队，团队不能落下任何一个人。对，所以可以吗？可以，那不可以吧？没问题。那就下周开饭见，大家。所有人。开饭见，开饭见。谢谢谢谢，我会吃很多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弹幕，全部吃蓬蓬袋。我一转头，全部吃蓬蓬蛋，蓬蓬蛋是真的好吃，哦，真的很好吃，真的好吃啊，好吃蓬蓬蛋，好吃，真的好吃，直接吃个年夜饭。哎，为什么把我弹幕拉掉了？啊，没有拉掉。哎呦呦呦呦呦呦！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一起去，从工资里扣。蓬蓬蛋，但是蓬蓬蛋是真的很好吃，我觉得很不错哟。哎，我们可以每人发一份蓬蓬蛋啊之类的。是吧，大礼包的那种。嗯，大家有没有就是觉得今天最让你们印象深刻或者是最喜欢的节目呢？都喜欢，喜欢我们俩。有没有被惊喜到的感觉？没有想到说啊，竟然会有这些歌曲，然后有成员这样演出。我们之前有收到这个通知的时候还是挺惊喜的，我们其实也想在很多地方给大家不一样的内容，然后这一次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呈现给大家，也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喜欢，谢谢你们。耶，其实换一种说法来说就是自己的私愿。是的，搬到台上给大家看一看。是的，因为老师当时问的就是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跳的歌曲或者是想唱的歌，就是任情发挥，就是我已经想好下次再有这种活动我要跳什么了。我也想好了，我也想好了。把我这有吗？还有吗？有的吧，可能就是明年一月一号，就是那个迎接二月2022。那还很久远呢。就明天啊，明天啊。沈莹真的是，你太可爱了。我不说话了。虽然我们的预热活动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们之后的跨年晚会还是会在10点准时举行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哦。也是在这个直播间，也是在这个长江剧场，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买票了吗？我听说一秒就抢完了，买不到。我也没票。有抢到的吗？抢到的举手。哇，这么多，还是有很多人抢到的。你们有什么抢票秘诀吗？可以分享一下。手速。5G 网是吗？大过年的说点什么不好？会用魔法大家。魔法，拥有魔法是不是？那我们也在晚上的10点和大家一起跨年，从2021年跨到2022年，一起度过我们这个美妙的夜晚吗？还有在1月1号，我们也1月1、1月2也将举行我们的握手会，也请大家多多期待一下啦。那我们的预热节目到这边就全部结束了，也很感谢大家的观看，屏幕前的大家还有来到现场的大家，辛苦了，谢谢你们，辛苦了今天。谢谢大家今天的
演出就到此结束，我们下后后我们下后会无期。你啊有啊啊后会有期。What? What?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拜拜。嗯，一会儿见大家，一会儿见大家，拜拜，大家拜拜。刚这样，我们要上，我们摆一个大眼睛。拜拜。都把它留在这吧。这个是大眼睛啊。拜拜。明年见。不是，等会儿见。还没有拍照。